怀旧破关猎彩蛋。包山包海的八九十年代流行元素，仿佛走入时光隧道，终极的怀旧不夜城与游乐园。电玩迷、电影迷与对青春念念不忘的观众专属。一级玩家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，讲述2045年人人活在于绿洲的虚拟实境游戏。天才设计师在去世前宣布将5000亿与统治绿洲的权利留给第一个找到城市彩蛋的玩家。邪恶大企业杠上七宝奇谋单团队，战争从线上蔓延到线下。